你要送到外乡里面，虽然年纪来是土的，是带一个人民证，你可能发有特别难忘的感觉。你可以在自己村的名给你个，在空中的思考。就算伊个村落起名过厝边，有一撮伊某个特定个地方去起名，例如南开、北开、岭庄、岭背等，还有一撮伊厝边生个石木个历史行去起名，例如白子鸟、高宝马等，还有一撮历史伊生死命名个，叫做李厝啊、岭厝啊、寇厝这撮物。伊然后学来村名、地名，伊拢经历过一届历史重要个阶段。咱最常见个就是八字改作梅，下字改作夏，还是花。大多是以根音来修改，例如夏桂宝，伊原来个名叫夏国宝。另一个花片，伊个名称是河马，包括福建、台湾拢有只个过听。咱熟悉个厦门石梅，伊个名称叫厦门锦梅。台北景梅，伊个名称哩叫港梅。不过后一撮字名伊是有影转缩个。例如白子鸟，伊个名称叫福斑；老头，伊个高称是土豪；外岭个高称是红鸟等等。不过咱平时爱配着这个村名，伊名俗拢来，伊所谓念起来白话化，字面上来看，我就难忘。伊就是九品英雄村，名人怀记，伊个意思就是天顶映着风脉落来。伊个村个名叫马后惊蛇，传说是明朝个时阵。皇帝了全国双门两日经，马后惊蛇，刚好有个子女囝生来一粒影，就去阿官双洞。临走的时阵，伊靠天喊地，感动了上苍。独将天顶降落来个索病样个风波，阿官听到这个异象，大呐，伊安来做，立做着上天，慢慢放了阿子女囝。从咱家家看见这个奇特个形象，认为是上苍凉凉因人显灵。就是就将村名改作英雄，记得两盏光柱金声，接下来咱个故事更精彩。